假如缺心眼被绑架，老实待着。哎，大哥，我能坐前面不？什么？我晕车，我怕吐你车上。大，哎，大哥，又咋了？你帮我系个安全带呗，我手绑着。不是我说你，要不扣分。你人还怪好嘞。哎，大哥，你放个歌听呗。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？叫不容易犯困。小小花园里面，挖呀挖呀挖。站住！大哥，你车不能这么停。我告诉你，我扔你狠点。会贴条的。哎，打死他！你人还怪好嘞。假如恋爱脑被绑架。哎，你说是不是他怕我走路太累啊？我男朋友不让我坐别的男人的车。哎，进去吧你。大哥，你让我接一下呗，要不我男朋友该生气了。你现在是被绑，那他跟我分手，你娶我吗？不许说你被绑架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开会呢，不让回消息。跟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，不信你听。啊、哥哥，我们开会呢。开会开到现在，还没吃中午饭呢。中午不吃饭，罚你微我500。我中午不吃饭。生气了，我关心我。你是傻逼，他那是关心你吗？怎么还有男的？再发500。哎，还吃醋了？你这个渣男竟然跟女的要钱，你去死吧！你怎么跟我男朋友说话呢？赶紧分了嘛，你男朋友根本不爱你。我俩分手，你娶我吗？我娶你啊！被柿子爱过的女人。怎么会轻易爱上别的男人？当成功学大师被绑架，又一个要签名的。是想听我的课吧？是绑架，绑匪吓我！干什么？哪来的话筒？赎金打算要多少？10万。你这个话筒得这么大就才能挣10万？来，给我当司机，我一天给你10万。你绑架我，我还能开工资，这叫格局。格局打开了，财路自然就打开了。不是你别你控制一下，你控制一下，你控制一下，我给你当司机你能放心？嘿，有很多员工背叛我，跨时间100万就是送了，背叛我的人都送100万，将来忠诚于我的人拿了就是几个亿了，听懂掌声。背叛你还给100万，你这不花的冤枉钱？花过多少冤枆钱决定你有多大的气度，冤枉钱都花2亿，将来办实事的时候那十几亿不就是谈笑间吗？听懂掌声。那你就是我老板了，老板好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来走吧，去开你的车，随我来，跟我走，就是下月10万一刀斩。当代大学生遇到人贩子，你爸让我来接你，低级。哎，大学生免费实习盖章，走。我操！啊，人满了，你走吧。别呀！哎，那我认识，就那人，我同学。急！最后上车的那个把窗户关下。害怕安冷，你人还怪好嘞。哎，4个人是吧？报个价吧。不是说免费的吗？不让你给钱，还给。还发工资了？那3个1万，红头发那5000。凭什么我5000啊？疼！4个都10000行了吗？红头发那我不要。那账还给盖吗？不行。那4个人都是你拐卖的吗？说。我就拐了仨，最后一个是他自己上车的。是的，我可以作证。